今天各位来找，怎么呢？啊，于老师，这是多好的演员呢！您客气，这个演员在北京都不是每次能看哦，一年就出来两回，清明一回，七月份一回，我出来收贡品来了。所以说今天啊，各位来找，什么来找？得好好看一看。这说相声说好了无益，那倒是。尤其像这么大的地儿，啊，就这五七八千人，就这么说，太难了，都得照顾到。对，上边的下边的，嗯，各位这么捧，嗯，待会儿你们要坐着不走，嗯，我给你们说点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还有这段子呢？其实哪个都不让播。说相声啊，有三点一定要做到。哪三点？第一，得有很好的天赋。哦，天才。哎呀，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没事在家看孩子，自个儿都说，孩子们要说相声就能说。哦，这就能看出来，家大有遗传呢。哦，脑子不灵活干不了这行，脑子得快。那于老师那个儿子多可爱啊，今天刚四岁了吧？哎，不到四岁，不到四岁，嗯，太好玩了，聪明。是他那个儿子八个月会说话，他说话说的比较早。你这八个月这孩子说话，你多神奇！嗯，别的孩子有的真有嘴笨的，两岁不会说话。对，人的孩子八个月，好，这一逗他说话，嗯，张嘴就说，说什么？发票。哎，发票，这就是良好的家庭的讯号。他倒没说出毛片来，那是一岁的事了。跟人出去的还挺早，知道吗？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岁就看着他玩积木，比别的孩子玩的都好。他喜欢拿积木，你帮孩子坐块玩积木，真有点笨，这块跟那块就搁不到一块儿啊。对呀，他那个儿子一岁，嗯，啪啪啪啪啪，把积木拼得倍儿好，打得高着呢，一推，呼。什么孩子呀，这是看人玩麻将来的，良好的家庭熏陶。正看打麻将呢。我儿子也很聪明。你儿子就是不爱上学。我不爱上学，老跟后台玩，玩心大呀。对了，一上课坐在那儿老问老师，多下课，老憋着下课，老师也生气，打铃才下课呢。对呀，刚才打铃了。废话，上课铃。啊，那天我儿子在学校里边抽烟，老师逮着了。那这可是坏毛病。一帮孩子抽烟，跑厕所抽去。哎，他拿回去来一根抽，也抽。老师看见都跑了。嗯，就他跟那儿逮着了，还抽呢，把老师气的。嗯，你才多大呀？嗯，你为什么抽烟？是啊。哎，嗯，祖国尚未统一，心情郁闷。我爱他，我儿子，是干这个，这么聪明啊！所以说说相声，第一啊，得聪明。对了，第二得有好身体。哦，体格还得好。你想啊，咱们今天打七点来钟就跟这儿说，嗯，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一站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嗯，你别说你说话，你找一没人地儿，你自个儿站仨钟头，你试试。我站不住，没好体格盯不住。嗯，这年我比较差一些。是啊，不好活动。没有锻炼，这点说在，包括谦哥他父亲，嗯，老爷子这样挺好。哎，对，老头儿奔八十了，嗯，现在还早练呢。什么？八十了还早练呢？早晨上公园练去吗？那叫晨练。我以为意思一样，不一样。老头儿锻炼身体去啊，上公园晨练啊。哎，晨练，对对对对。早晨起来，他父亲上公园晨练，嗯，上那儿耍剑去。你呢？怎么那么别扭啊？上公园耍剑去，在家里还耍不够。外边剑那儿什么呀？上公园练剑，练这也不像话呀！山练宝剑吧，练宝剑。哎，对，宝剑。他父亲天天拿木头的，啊，老头天天公园。自杀剑，哎，没听说过。他也爱锻炼，这遗传。谦儿哥天天早上先跑步，对，跑完步，嗯，上那个健身房，是他上那儿拉皮条去。
别的肩膀啊，肩膀用拉皮条吗？健身器材那个，就是还不懂，还得练那个，那皮条就练练臂力那个。没有皮条，有一好身体才能够好好说相声。那倒是，而且演员拼到最后第三点什么？拼的是文化修养。那倒是，别的都没用啊。啊，到最后拼的是文化。对，文化体育，搞学问这个是最难的。哦，就这么多年啊。啊，但我不敢说。看过很多书，我也看过一批书。您看的书不少，看了很多书，越到最后越觉得太难了。这搞学问呢，它跟搞破鞋它不一样。多新鲜！搞破鞋呢？破鞋？您以为以前以为这搞学问跟搞破鞋是一样的？不是，我们一般现在就是啊，先搞学问啊，后搞破鞋。您还是挪前头来了，后搞完就趴着。是吗？哎，什么？没听说是不一样的。哎，这为惊喜。哪儿叫惊喜啊？那搞学问，因为这个通过看书，胸怀宽广。那倒是啊，你要说不看书，这个人一路心眼这么小，你那台上好不了。心眼窄，你看台上什么样，台下就什么样。那倒是。所以说，胸怀要宽广。哦，有这么句话说得好，什么？海纳百川，有人乃大。哦。不对吧您这个，你细琢磨呀，就别琢磨了您这个。海纳百川，有人乃大。嗯，您说的这是黄金甲吧？黄金甲什么意思？真是没看过是吧？没什么。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容是谁媳妇儿？是一女的，是吗？谁没什么，有就这么句话，有容乃大。就想没闹清楚这事儿，没闹清楚您就说。我只是想说，多看书，啊、多看书对自己是一个修养的提高。您说的这没错，我那朋友就是啊，无所事事。我说你多看书，哦、没事上网查查资料，没事多给自己灌输一些东西，日后会好。现在他百万富翁，哦，挣钱了，他天天在那网上偷菜，这。假钱呢、啊、最起码的就是什么呀，反正我这些年没少看书。哦，您都看什么书？什么都看啊，有时反正早晨起来一般是先看一张英文报纸。看英文报纸？对，看得懂，看得懂还看他。您家那英看得懂还看他？不是，您家那英文报纸搞科研呢是吧？您琢磨他，我就想我使劲看是不是能看出汉字。英文报纸能看出汉字？研究嘛，搞科研嘛，啊，多看书，广览多读，天文地理、医卜星象、地理历史，没有研究不到。是啊，哎，战争我也得研究，战争，哎，植物动物都研究。嚯、哦，天文地理，啊啊，这几大世界上这个地儿出事，那个地儿出事，为什么？啊，研究不明飞行物是怎么回事？天上为什么会有 CEO 对吗？天上 CEO 都跑天上去了啊？不是，天上就是那个不明飞行物，它飞的那个 XO 对吧？为什么飞过来一个 X 什么呀？飞过来俺家 SU 这不是，天上飞 UFO 啊，就是 UFO 是喝的，您说那是 XO， 您说那是。UFO 是飞碟，来听八五年的 UFO， 八五年的 UFO， 八几年的哪儿有 UFO？ 先是飞的什么 UFO 啊？我 UFO 啊，不明飞行物嘛？对呀、啊，这我都研究过，还研究过，发现过，发现，哦，不明飞行物，哦，打电话，打电话，科研部门、警察都来了，报告，我发现它了，哎呦，多长时间？我看有四十分钟静止不动，一直在这儿。你一缺心眼儿，月亮。那不是四十分钟，在这儿好几一年了。你看看，我要不说你谁知道？什么呀？一直在这儿呢，你没看见？没事儿，多看看书，多研究研究，是一个好事情。好，那天文地理的书我都看。哦，不管看不懂看不懂，先看谁研究。哦，还有古典文学，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嚯，这是必须要看的四大名著。身为一个中国人、嗯、啊，
你不看四大名著，你是错误的。那您说说这四大名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个不用我来提醒。哦，您介绍一下四大名著。啊，三国，对，水浒，嗯，红楼梦，嗯，郭德纲相声选。这四大名著里还有郭德纲相声选？对。哦，藏秘排油那说明书没有吧？藏秘排油，我这挣完钱就忘了。你说是这样、哎、想起来了想了这个想有这个、啊、还有藏秘排油呢谁说那就是五大名著知道吗大名著有没有这个没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哪个没这个三国水浒、啊红楼梦、没有藏秘没有郭德纲相声哎那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哈利波特算四大名著没有哈利波特没有那就是有藏秘排油的干嘛非有藏秘排油啊要不然它不够数啊三国就为凑数啊那一箱的十盒呢做不了你挣人钱了我不光挣我都花了不是你真对得起人厂家你倒是那当然我是仁义为人啊什么仁义这没有藏秘排油怎么没有没有我那钱哪来的不是你干嘛非把藏秘排油搁进去呢你这你要不搁里边不够数啊三国水浒红楼梦啊藏秘排油吗告诉你不是藏秘排油没有什么呀你应该是西游记啊不是西游排油没跟你说这名字是什么 你得问问这名字我问什么名字你看吧西游记西游啊对呀 啊唐三藏的秘密藏秘什么呀是这么解释吗我是这么认为的啊不是不是吗啊三国水浒红楼啊西游记对呀、啊、这对了吗啊哦这四个书我都会您这不是您都看我这不不是看是能背这还背诵整个倒背如流还倒着背正背倒背都行哎呦我给你背一遍哇从头到尾啊连再版前言最后定价后记都有撑的呀你我给你背我先给你背一遍对哦我再给你背一遍错的好吗啊我直接给你背一错的您就不会那正经背我怎么不会 啊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是啊对吧啊这四个书是中国人都是都会对三国大家很熟悉您介绍三国啊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行了啊哪儿这么三国四国的这不对四国了您说的四国多一个吗万一你给 K 出去怎么办呢我干嘛给人 K 出去啊你哈利波特你还给 K 出去呢废话藏秘排油我还给 K 出去了呢那叫下架那下架根本就不让卖了你抢购一空还讲好听的说三国吗三国你说三国为蜀国啊这怎么还出了一句河北省的方言啊哪有河北省方言你这刚说完三国他那不属魔我还弄出一疑问句来还为什么你刚说什么三国魏蜀吴魏蜀吴这么三国呀、啊、我们熟悉的是桃园三结义对刘备关羽张飞哎桃园三结义、啊、一个头磕在地上亲哥们一样对站起身来保着唐僧西天取经红楼梦有这个故事对吧全乱骑着大条子扫地还有哈利波特一人一盒藏秘排油上还是全搅和在一块儿有没有后边那没有后边没有三国三国太好了、啊、红楼梦也好那是经典名著红楼梦贾宝玉、林黛玉对跟他们姐儿几个的爱情故事姐儿几个的爱情故事就一大堆人吧大伙儿一块儿过日子我真好我就爱看这个看这嫂子爱看这个这名著谁都爱看谦儿哥的媳妇儿爱看红楼梦看完感慨呀曹雪芹写太好了对我也写哦，仿着《红楼梦》的那个笔锋，嗯，按照自己的经历写了一个《红楼梦》的子弟书，叫《青楼梦》。哪有还按照自己的身世写什么？工作行了，什么工作呀、啊？后来这书不让卖，我心压根就没有。嗯，《水浒》啊，《水浒》也非常好，是36天罡72地煞。对，过去有什么句话吗？嗯，叫也不怎么着，也不怎么着，反正是什么话？您倒记住没记住啊？画这书好啊，
啊，看水浒学英雄。对了，谦儿哥好看这个。哦，坐屋里看林冲、鲁智深、武松，这都是英雄侠义。哎，坐屋看着呢，嫂子打那儿哭了就进来了。傻丫头，怎么这么哭啊？难过呀。啊，怎么了？你怎么了？我刚才公共汽车上有流氓，跟我耍流氓。哎，谦儿哥急了，你打他们了？啊，我没敢。大声的喊了吗？没敢。你看水浒上写着啊，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对，大声的喊会有人帮助你的。对了，嫂子出门又上公汽车，哇，40多个流氓就围过来了。我心怎么那么招流氓？他们可能知道原来的工作。这什么工作？没有这工作。客户一帮流氓围成耍流氓啊！嫂子心说：“水浒不能白看。”对，我得喊，喊太爽了！这爽的叫你女朋友小名干嘛？没组织搞这个。四大名著里最好就是《西游记》啊，《西游》《西游记》其实是拟人化的手法。嗯，你看这唐僧啊，嗯，宠这个猪八戒，像一个父亲宠爱自己的儿子。溺爱猪八戒又馋又懒，不干活还说谎。对呀、啊，唐僧喜欢他，嗯，像一个父亲宠儿子似的。有这么一个小章节，你记得不记得？怎么写？猪八戒哭着问唐僧：“师傅，我是世上最丑的吗？”啊、唐僧眼泪都下来了。我孩子，我不能说。嗯，你去问问观音吧。猪八戒问观音去了。啊、大菩萨那儿出来，兴高采烈的啊，师傅，哎，于谦是谁啊？哎，就是。表演者郭德纲、于谦。来的人可是不少啊，哎，今儿多，大伙儿都是爱听相声的。是，其实大伙儿今儿来啊，主要是看您来的。看我，于谦儿啊，是我，中国相声界了不起的演员。有什么了不起？我崇拜的偶像啊。尤其今天让我很感动。怎么了？于老师带病参加工作啊，身体有点不舒服，这几天身体不太爽。嗯嗯，不好受。是，尤其这次这病啊都破了相了。什么病啊？痔疮啊。痔疮破相不完整了、嗯、没听说过。好啊啊，羡慕您呢、啊、哈哈，向您学习。别客气。说相声不容易，是比不了影星，比不了歌星，比不了大腕、哦、那倒是。人家做一广告挣2000万，那么多啊。我们演一千场挣200块钱。那是您净慰问来着，不挣钱呢。哦，一天到晚的比什么都累。嗯，拿昨天来说吧，下午一场，晚上一场。哦，晚上这场散了就10点了，那么晚了，到家11点。嗯，吃口东西2点。是吃一口东西吗？好几口。嗯，喝点水3点。啊、哦，洗个澡4点，把床弄好了5点，把枕头弄正了6点，啊，钻进被窝7点，一闭眼8点又起来了。好嘛，不至于，您说的太邪乎了。这么辛苦还不挣钱呢？啊，一天到晚的，这日子没法过。啊，没法弄，没法过了。早晨一睁眼呢，啊，盐汤啊就跟我起腻。哎，等会儿啊，盐汤是谁呀、啊？儿子，叫谁呢？你儿子那是不厚道，你知道吗？谁不厚道？我儿子的名字叫盐汤。怎么叫盐汤啊？流到哪儿哪儿咸。呵，这人缘也不好。一睁眼，爸爸我饿呀，饿，气得我呀。打孩子干嘛？去年没事呗。去年管一辈子是怎么着？一打他，钢太不干了，知道吗？哎，您这钢太又是谁呀、啊？我媳妇儿。怎么叫钢太呀、啊？郭德纲的太太。嗨，哎呀，哎呀，这糟践了这么一位好药啊！过来了，讨厌。
这么起的名字的。您就说您媳妇叫刚泰，搅和我这挺好的情绪，我告诉你。媳妇不干了啊，打孩子干嘛你？打孩子干嘛？有能耐给孩子奔饭去，这对起哄啊！我妈坐在那儿念山音，嗯、啊，没儿子吧，我都吃得饱饱的，有儿子把我饿起来了。你呢，老太太？我说妈，您这可没有啊，啊，就跟着起哄着就啊。哪天饿着您了？不就是今儿饭晚点，这礼拜没吃吗？一礼拜了啊！我们正在全家欢乐的时候啊，嗨，什么全家欢乐呀、啊？严涛哪儿去了？啊，严涛，严涛，找往哪儿？严涛呢？找你儿子去，孩子丢了。哦，赶紧出门找，把我气的呀！怎么了？上对门看嘴去了。哦，看人吃饭。大杂院对门住一老太太，啊，带着孙女，娘俩过日子。今天包饺子，嘿，孩子过去看去，怎么和的馅儿，怎么擀的皮儿，怎么包，怎么煮，怎么捞，夹着这儿吃，孩子站边看着，真细致。你说这么大的人了，你给捞个三盆五盆的算什么呀？啊，人家才包多少啊，娘俩？比如说啊，我儿子上您那儿去，您包饺子，您怎么办呢？哎，那错不了，准把宝贝儿抱到床上来，得跟这儿吃吧。啊，听见了吗？这也是人生父母养的话。哎。怎么说话呢您这是？老太太不给啊，还劝我们孩子，宝贝儿家去吧，嗯、啊、别看了，一会儿烫着。我们看看就烫着，嗯、啊、你还往嘴里搁呢你啊。嗨，就别较这份劲了，把我气的啊。严涛，嗯、啊、严涛敲什么呢？饺子吗？不就是啊，啊你没吃过吗？啊，孩子给我露脸，怎么说的？没吃过。哎，露什么脸了？这个，那玩意儿是药材，知道吗？啊，不能吃，吃完得艾滋病。呵，走，跟爸爸走。不看了，咱那屋看炖肉了去。走。哎呦，这巧嘴也换换口味，感觉。头里走，后边老太太骂贤妻。嗯，宝贝儿吃吧，咱们这叫饺子。嗯，奶奶吃一辈子也没得艾滋病。嗯，有那一年还火那孙子，瞧眼就得非典了。嚯！给人老太太话招出来了，太不像话了啊！你就不懂得构建和谐社会吗？啊，这那场晚会的词儿就别搁这儿了，气死我了啊！不就包饺子吗？包，包，包，包吧，包，包，包你奶奶孙子！哎，骂人呢你怎么？骂什么包？一分钱都没有。哦，没钱呐？哪儿弄点钱去呢？怎么办呢？哦，我当当行不行啊？哦，卖东西去，旁边不远有个典当行。哦，当去吧。可以吗？可以，去吧。上那儿去得弄点新的，哦、太旧太破的不要。那倒是，弄一大捆新的拿去了。皮袄、炕席、嗯、炕席呀、啊，他不要你啊？那是不要。皮货要不要？那就皮袄行啊，皮货行啊。啊啊，家里有啊。哦，灰鼠啊，三姓鼠，没上过身，毛都是直的。哦、这行吧，这好，您看看这个，嗯，不要，哎，你少给，少给不要，哎、多讨厌，不要，这么好的皮袄不要，要皮袄就要了，什么呀，耳朵帽，那是不要，没上过身儿，那玩意儿这个干什么用啊？这个没钱怎么办呢？哎，回来道上瞧见了，嗯，街坊洗完了衣裳，搁到胡同口晾着，哦，你这现在是太阳出来，嗯，一会儿下雨淋了怎么办呢？你瞧，我都给他收起来了，好心眼儿，收破烂的，来过来，来，嘿嘿，都给你拿走，卖了，卖十块钱，哦，省得下雨淋了呀，这是淋不着了，好心眼儿啊，啊，十块钱，我又有钱了，买肉，买去吧，买斤羊肉，哎，做馅儿，买根葱，嗯，买块姜，哦，买白酒，我还喝酒，买花生米，嗯，买蒜。哦，回家让我媳妇剁肉，院里剁去，院里，什么院里剁？上老太太家门口剁去，志气这就叫。我是一个很有志向的人，嗯、报仇了，剁，直接剁，完事剁。报什么仇、啊？对对对，剁，哎，包蒜，砸得了，嗯，砸蒜，搁到醋里边，嗯，点点香油，拿筷子和了和了，嗯，缩了筷子头，是，搁这儿，嗯，把酒拿过来，给不少，哦，这一钱酒啊，哎，不少，告诉你啊。这您打一钱酒喝呀、啊？再打钱就不够了。哎，严涛，嗯，严涛，嘿，喊你啊，把暖壶递给爸爸。哎，干嘛？喝凉酒闹胃口啊？兑热水。对对对对，蹲蹲蹲蹲蹲蹲蹲，
兑了有一口杯，嗯，喝吧，有点酒味倒是。哎，来俩花生豆吃，嗯，那不能再吃了，怎么了？再吃没了。啊，对，买不了几个，等着，嗯，包吧，没面呢，没买面，就十块钱，有馅没面了，都搁在肉上了吧？从植物学的角度说，没面包不了。这嗨，从什么角度上这也包不了？怎么办呢？啊，想主意啊！门口有一粮食店，哦，经理姓赵，哦，都管他叫面赵，哦，上面赵那儿了。我认识他啊，对，见面很客气，哦，跟他那儿寻几斤面啊，先赊几斤，对对对，倒下钱来再给他，哎。好主意，去吧，找他去，门口站着呢。哦，挺敦实啊，花卷头，嗯，哼，戴一大眼镜，是是是，鼻子挺红的，嗯，九刀鼻子，是是，跟草莓似的，太厉害了，在那站着，嗯，哎，赵经理，哦，你越来越精神了，还精神呢，红光满面，嗯，鼻子又见长，草莓大丰收，你挤的人这干嘛呀？买卖兴隆出四海，财源茂盛拉三江。啊，今年这个亿万富翁排行榜得有您，哈哈哈哈，谢谢啊！不说面，哎，得，这可没有。您这人缘也混得可没有啊！我没说说面呢，我刚跟这站着，你这可不对啊！啊，老街就邻的，你拿我开玩笑？得了，干嘛？今儿非赊出十斤面不可。您干嘛来了？不给我，咱俩没完。非赊给面？嗯，哎，没有，就不赊。呵，嗯，这可不对啊！正着急呢，一回头来了几个朋友，哦，也是咱们文艺界的，是啊，搞乐队的，哦，白天鹅乐队的，白天鹅乐队，白天就干活的，嗯，好嘛，愣抢嘛，这不是拿着各种乐器啊，有一根弦的，那叫独弦琴，两根弦的，二胡，三根弦的，三弦，四根弦的，没见过，电杆子，哎，电线杆子呀，哪有这么些弦？是啊，来来来，哥几个弹弹琴，拉起来。我给经理唱一段啊！哦，哎，子丑寅卯太阳开，卧龙岗上盖宝宅，谢天大地当中坐，五路财神进宝来，一送金，二送银，三送摇钱树，四送聚宝盆，摇钱树上拴金马，聚宝盆里边站着银人，银人手托八大字儿，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唱喜歌，好，唱个多，嗯，不赊面啊，还不赊啊？这么高调门你都不赊面啊？白费劲了。再来一段，别搁这儿，再唱不唱这段了啊？不是喜歌了，咱改丧歌啊？丧歌怎么唱？一进门来丧气多，丧门吊客两边陪着，掌柜的一会儿艾滋病，学徒的一会儿得了耶格，正念丧看民国，空中又来五的阎罗，牛头马面头里的走，我身爷就在后边跟着，今天。不说十斤面，一会儿粮价的就着火，倒霉去吧，赵经理，倒邪霉去吧，要着火了，后头院已经冒了烟了，好嘛，哎呀，哎呦，您这嘴太损了，气坏了，给他，给了吗？让他走，导演，给了，早给不完了吗？就是，回家，给我媳妇儿啊，活面，活吧，包，嗯。坐着喝我这酒，接着喝。媳妇和面，嗯，一边和一边骂街，骂什么街呀、啊？这个面呢，怎么没法包？黑面，棒子面，棒子面啊，那是没法包。这没两下子棒子面，你能包不上吗？那也包不上啊，它合不到一块儿。对呀、啊，这怎么办、啊？不拿劲儿，严摊。嗯，哎，您说叫您儿子最好冲那边成不成？这好几回了，严摊。嗯，别拿五毛钱去门口。土产大品啊、嗯，买五毛钱麻刀，快去！哎哎，嗯，您这可胡来，买麻刀干什么？知道麻刀干嘛使的吗？糖炉子用的。对呀、啊，弄好了不拔粒儿。对，它较着劲儿。对呀、啊，糖炉子都不拔粒儿、嗯，包饺子能拔了粒儿吗？搁面里头啊，样式哦，这个科学道理是一样的啊。好好好，买回来搅碎了，搁在面里包。和尚，这可不能煮，这得蒸。对，一煮就散了，一晃散了、啊，对吗？棒子面粥分完的没法吃，是蒸蒸吧，上笼屉蒸大饺子，蒸吧，等着，嗯，二十分钟一接屉，呵，好了，一锅刺猬啊，怎么刺猬？毛都支起来了，麻刀全立着，怎么办呢？啊，抓紧的，等二十分钟，
干嘛？我上门口那发廊给你们借推子去。干嘛用啊？咱们给脚个按个剃头。嘿好，给脚下去。没多远胡同口有一个发廊。哦啊，一拉门里边出来女的。啊啊，这不是说相声的他过相声吗？啊，外地人啊，过相声吗？嗯，你很少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啊。对啊，还有什么事情吗？啊，哎，我说大姐，借推子试试。推子，我们这没有推子。嗯，剪子也行啊。我们这没有剪子。也没有。剃刀也行啊。嗯，我们这没有剃刀。怎么全没有啊？梳子得有吧？哎，对，把它拢直着吃也行啊。省得扎嗓子。借一把。那我们这没有梳子。得，我眼泪都下来了啊。还是穷人多呀、哎！哎，啊，我说你们这有什么呀？嗯，我们就一张凉席儿。哦、啊，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不是不容易吗、啊？那我别处借去吧，去吧，当转身。哎，不对，怎么了？什么都没有，你这买卖怎么干的？你这是啊？这是呢，干了2年了，开什么发廊啊？好、啊，你进来看看就行了。嗯、啊。来着，我进来，我说别来着，我让我媳妇瞧去。嗯，来着，你间屋，俺这里边还一屋呢。哦，推开门一瞧啊，地上有凉席，有一枕头。哦，这是一电炉子。嗯，窗台搁着油盐酱醋。嚯，醋瓶子、油瓶子、酱油瓶子，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干嘛的啊？啊，这是我的工作间和我的厨房。嗨，还工作间呢？工作间啊，不是挺新鲜？没上你那里边来过啊？我脚头都上街上，3块钱一个。对，哎，你这有意思啊！既然来了，上我们这儿好好玩好吧？啊，你很少上我们这儿来啊？啊，哎，干什么这是？咱别逗我啊！啊。我这老街旧邻都知道我，我玉洁冰清，知道吗？嗨，我不做外活啊！我告诉你，你跟人说这干嘛？闹啊！我走到哪儿，真街牌坊跟到哪儿，知道吗？嗯。你这门矮，我就搭进来了，知道吗？再一个，我还没吃饭呢，这体力活不行，回家去了。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回来吧！我前脚走，后脚还喊我呢。啊！你要是愿意来，你都敢说来不？晚上来。回家吧啊！我一瞧媳妇儿啊，不知跟谁家借把剪子哦，找着哎，拿着饺子正绞头呢，绞、啊、差不多了，吃吧，吃，倒上醋，包好了蒜，哎哎，我妈搀着来，妈您坐这儿吃。老太太夹起一个来，张嘴就咬，一边吃一边骂街，说什么呀？这孩子们不听话，怎么了？告诉你们啊，别包韭菜的，你们不听啊？对，那是韭菜的吗？那这一个肉丸的，哎，不能塞牙。可是那是麻豆，那是对，凑合吃吧。嗯，老太太吃了半个，哦，孩子吃了俩，我媳妇儿吃了一个。你瞧，这叫什么日子？我流着眼泪，我跟咽药似的呀。没吃几个，把这一屉全吃了、啊，全吃了，没有了。嗯，哎，对，要有还吃啊，馅儿好，关键是馅儿好，还讲大么滋味。吃饱了坐在这儿，嗯，心里难过。我媳妇儿瞧着我，哼，嫁汉嫁汉为了穿衣吃饭，嗯，不能穿衣吃饭干嘛嫁汉？哦，我说错了，啊，娶妻娶妻为的是忍饿挨饥，嗯，不能忍饿挨饥，干嘛要娶妻呢？嘿嘿，全一套一套的，别废话，嗯、啊，我告诉你啊，你赶紧想辙去，这日子不像过的，嗯、啊，我说你别说这个了啊，两口子过日子就得有这样，知道吗？啊，你别瞧不起我，打今儿起3天，哦，我给你拿1000万块钱回来，要不然不姓郭。站起往外就走，起这事那当然能含糊他吗？哦，往外走，我媳妇一瞧我这脸上变颜变色的，她也害怕。那可不嘛，到底是抓阄的夫妻啊，他比那抽签的就强得多呀。嗨、啊哎，什么形容词？我头里走，他后边追、啊，来到门口这别着急，一伸手，砰，把您拽回来了，把我推出去了。呵，让你把门给关上了。嗯，孙子，今儿晚上不回来，明儿就卖房。好嘛，他也豁出去了。办啊，1000万，想主意吧？我说的是1000万，是，这做泥钱也干不了啊！哎、对，哪儿弄去啊？活着有什么意思啊？我死了吧？不活了，不活着，死死死吧？怎么死呢？一出胡同啊啊，旁边有一老头摆一破烂摊哦，卖东西。呵，干嘛？有把菜刀。哦，看您菜刀了，冷森森，夺人二目，明晃晃，要人胆寒。哦，这把菜刀就是我要命的冤家。您要拿它，一伸手拿过来，嗯、倍儿冲外，倍儿冲里，当时就割脖子上了。哎，您这干嘛倍儿冲里呀、啊？那对着他拉着我怎么办呢？嗨、哎，怕拉着我。老头，嗯，这刀是你的吗？嚯，老头吓坏了啊！不是我的，不是你，那就是我的。得。
开玩笑。哦，人家一毛钱买的，两毛钱卖的啊，将本求利来的，你好意思白要吗？不能这么干，跟他闹着玩。对，拐弯抹角就给他呀送回去了，卖吧，卖了。我卖了他，我买吃的呀。哦，我临死要做一个饱死鬼。哦，还想死？对，卖五块钱，五块，买套煎饼果子。嚯，来碗豆汁吃吧，来半辣椒圈，哎，来串糖葫芦，嗯，来瓶汽水，胡吃啊，这回行了吧？啊，饱了吗？这回行了吧？啊，不做饿死鬼，死吧，死，哎，刀没了，死，这，哎呀，可不是吗？刀给卖了，我把自杀的东西给吃了，啊，跳河了，哎，这也行，好办法，逃河秘境，对，行不行？好主意，奔永定门。哦，上永定河，站在这看着，啊，死，跳吧，这法也不行，又怎么了？我不会游泳啊，会游泳还跳河呀？不这么死了，哦，上吊，跳，嘿，上吊怎么样？行行行，怎么死都成，马路边儿，啊，有树，就这儿，啊，掉，就这儿，嗯嗯嗯，裤腰带解下来搭好了，嗯，死，死吧。人要死啊，心里不是滋味啊。上有高堂老母，哦，下有刚上小的孩子，全想起来了。还有我媳妇儿，嗯，我一死，一家三口怎么办？嗯，我活到今年30多了，哦，一任总统还没干过呢，想瞎了心了都。怎么办呢？嗯啊，还有我那孩子，我那儿子多可爱，聪明伶俐。嗯啊，我一直想把儿子培养大了，给我捧哏啊。走，哪儿啊？趁早死了得了啊！完了，这回儿子你给我捧不了哏了，甭想这个了，死死吧！你看多坏人啊！怎么了？老憋让我死。不是我憋着，您要死的，你没安好心呢。怎么了？你憋着我死了，把我这大褂给你爸爸穿，对吗？我干嘛呀我？我不至于死死吧，赶紧这干嘛？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入肠万事空。嗯，吊上死死，人不该死，五行有救。怎么了？俩小时愣没死，吊脖子上俩小时会没死？离地二尺，吊脖子上没死，吊脖子上了，吊脚脖子上了。嗨。您拿着饼能死吗？那个死不了啊！啊，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天都黑了，下来吧，解下来了，你还真天，有机会再说吧。改裤腰带了，哪个？顺着永定门往回走，嗯，走前门大街。我们家住南池子呀，啊，慢慢溜达吧。对，溜达前门大街都夜里12点了，挺晚的了，都关门了。嗯，哎。嗯，前门大街上路东有一家皮草行，哦，卖皮货的，卖皮衣的。嗯，这会儿正来辆车卸货的，哦，一帮工作人员睡得泥巴中的，往里边抱，咕噜掉地下一捆，嚯，查见了啊，扔着卖8000多块，那可是好东西啊。这会儿不能过去，怎么？你这会儿过去瞧去了？哎，这我们的，完了，哦，躲电杆后边看着，一会儿的功夫都进去，门也关，灯也关了。嗯，我的。哦，捡去吧，这发财了啊！行行，来吧，啊！聂都前宗过来，一伸手一抱，吭哧咬我手了，怎么回事？大黄狗，嗨，瞧清楚了我，太可恨了啊！啊，正抖楞手呢，哦，旁边饭馆出了一厨子，啊，偷狗的又来了，啊，得，这月就算是偷狗了，啊，奔一天一条，准是你好小子，大。嚯，哦，这脚姐前面大街给我踢南池去了，好，又踢回去了。后来一扫定，这主原来是国家队下来。嗯嗯，踢球不行，你踢我还行啊。啊啊，回家吧，回去吧。来到家门口这儿，嗯，不是我跟您吹啊，怎么了？我们家的门我敢叫，我们家门我也敢叫，家里门有什么的呀？啪，嗯，一砸门，我媳妇听见了。哦，闹归闹，我真出去，她也着急。那可不嘛，听见我回来急坏了，直央给我。怎么说的？孙子死赖的了，得，还是不让你进门。开门，开门，别让街坊听见，别让街坊听见。门分左右，来到里边，还我怎么这么黑呀？啊，开灯啊，老李啊，点灯吧。啊，黑呀，开灯啊。开什么灯？嗯啊，一年没交电钱了，收电费的连把灯泡都砸碎了啊！好嘛，我说那我还有几根蜡呢？啊，把那蜡点上啊！哎，点蜡，蜡呀！你儿子吃一根，你妈吃两根啊？那是蜡啊，蜡倒不辣，有点糊嘴。好嘛，解饿用了。这黑灯瞎火的，这怎么办呢？这个啊，我那天不捡煤油灯吗？嗯，扔哪儿了？扔床底下了。好啊，拿出来。你这神经病吗？这不是灯在这儿了？这。
也没有小铺，也没有卖油的地儿了。嗯啊，我这不见得非得拿这个油是吧？嗯，汽油也行啊。啊，是不是？色拉油、菜籽油，您哪儿有啊？咱们家没有，什么都没有 啊。这昨天剩点色拉油，早晨你妈大早点都喝了啊。好嘛，啊，吃什么都有，找去吧。嗯，喝。哪有油啊？这么晚了，嗯，就算有钱，哪儿买去呢？嗯嗯嗯。哎，我想起一句话来，什么？要是愿意来，跟晚上两包。啊，他那儿有油，他瞧见了，工作间里有啊。啊，对呀、啊，上工作间。对对对对对，嗯嗯，大家出来拐弯抹角，噔噔噔噔噔，来到这一瞧啊，关着门了，哦，拉着帘儿，是，屋里边点一小红灯，嗯，开门。哦。有人吗？嗯，开门。半天没动静。哦，起飞制，把嗓子憋粗了。嗯，警察来了。屋里边叮了咣了一阵乱。哦，后窗户还噌飞出俩黑影去。是啊，落到那边树杈上了。嚯，吓惊了。好啊，飞得高，外国机这是啊。甭看他了，打窗户进去，奔工作间，窗台摆着，一把抓过来，就是他了。行，回家点去。嗯，噔噔噔往家打。到了里边，撕拉撕拉撕拉，一包火柴愣没点着，怎么回事啊？拿了瓶醋，醋啊！感谢各位啊，这个每逢啊周六啊周日的下午啊，嗯，很多朋友都哎呀，还穿刚才那件啊，还穿刚才那件，我这一扭脸啊，站一朝鲜大娘们。我们姐俩给大伙儿再说一段，还客气呢。谦儿哥有点意思，这段呢叫八马褂。哎，其实来说啊，嗯，大伙儿听的都很多啊，很多前辈们都说过这段。是，这段也不好说。怎么呢？它里边来回叨叨。对，是不是啊？翻瓤子。嗯，比前辈们比起来差之万倍，不敢比。就是立起来让大家多在舞台上瞧一段。对对，是不是啊？嗯，其实很多节目呢都是从民间来的。嗯，都是从故事当中来的。哦、八马褂，笑林广记里有这笑话。哦，出处在那儿。哎，那儿有这笑话、哦、后来相声演员把它演绎出来了。哦，其实好多的包袱好多笑料都是我们身边的真事儿。是吗？你看你谦儿哥就好多事儿挺有意思。好啊，他其实说良心话，他真也挺厚的，也没什么事儿。嗯，嫂子事儿多、嗯。我媳妇儿嫂子事儿多，这不是坏人呐、啊，他就是从小家里宠的，哦，惯的，惯的。啊、嗯，从小娇生惯养，这个父亲呢、啊、爸爸他们对他呀、啊，特别宠爱。什么乱七八糟的呢？啊，宠着他，宠着他，说什么是什么，想干嘛就干嘛。哦，所以说呢，哥也让着。钱可以让，对对，两口子打起来了，好多时候是嫂子找事儿。哎，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呢？后头啊，行行行，我错我错了，让着点呗。有时候开车出去，那天也是，啊，开车出去，他开着车，媳妇儿坐在旁边坐着，啊啊，一低头，钱哥一身冷汗，怎么了？啊，车里边有一只高跟鞋，嗯、啊，想半天，是不是那天拍戏演出，他们谁把鞋扔到车落到车上了？哦，车让他看见了，你解释没法解释啊？这疑心重，一场架。趁他看窗户外边，鞋捡起来，哗、啊、扔窗户上，开车走，没事了。一会儿嫂子一扭头，哎，我那只鞋哪儿去了？把我媳妇鞋扔出去了，贼人胆虚嘛，是吧？嗨，我心虚，闹了半天。嫂子就好这，好坐车上、往外看什么的，人就这毛病。哦，这出去玩去，坐船也是靠窗户坐着，你要不卖这张啊，要了亲命了。哦，给你矫情。啊，喜欢靠窗户，他就爱靠窗户看景吗？坐车也是，非得靠窗户。坐飞机，啊，这也是换登机牌的时候说，给我一张靠窗户的。哎，那个玩意儿你得早去，你去晚了就没了。对呀、啊，啊，有人那回就是拿着这个，不是靠窗户的，很生气。哦，可是换完了登机牌了，嗯，上飞机找找，哎，这儿有一个，嗯，靠窗户的，哦、坐这儿吧，坐这儿吧。刚坐这儿又来一个，这我坐啊，您起来，您坐别处去，给人让吗？他多能矫情，我就不，我就坐这儿，我就爱坐这儿，非坐这儿。不是，这是我的座，别废话，嗯，就是我的座，你别处找地儿去，你走，你走。好好，你啥？人实在没辙了啊！你坐好啊，我走，你坐好啊。飞机你开，驾驶员。后台
很多事情其实都很可乐啊，那徐德亮啊，李菁啊，嗯，很有意思哦，都有根。这刚才我们这李菁啊，为什么还拿他开玩笑呢？什么？这人脾气太慢，慢性，我没见过脾气这么慢的啊。嗯，他有时候在家里他媳妇跟他打架也是因为这个啊，也因为慢性，也因为这个啊，什么事儿都不着急，没有着急的时候。啊、那回不听他们念叨吗？这儿演出散了，回家了，媳妇说你赶紧洗个澡，一会儿咱们吃饭了啊。六点开始洗澡，八点半没洗完，嚯，多急人呢啊！媳妇在外边跺着脚骂街，嗯，啊，啪啪啪，姓徐，你看姓李的啊，连姓都记错了，姓徐的，姓李的啊，快点快点。八点四十这出来了，嗯，闹什么闹啊？嗯、刚洗完头啊，没洗澡呢还按根洗哈、啊。媳妇儿说：“你出出出出出出来，我冲一个，一身汗急的我。”嗯，他站在外边擦脑袋，这头没擦完，他媳妇儿洗完出来了，好嘛？你这媳妇儿急性子啊，配着毛巾被。嗯，我告诉你啊，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哦，知道吗？嗯，脾气太慢。哦，正说着呢，叮咚，啊、门铃响。来人了，哦，我去开门，你别去了啊！啊，你到那儿夜里十二点了啊！好嘛，我瞧去吧，什么活儿都干了，陪着毛巾被，一瞧，开个门，徐德亮，哦，徐德亮，后台演员，啊，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对，大才子，啊，站门口，咦、这才子都什么模样呢？刚洗完澡。坏啊！干嘛？怎么着？怎么着？撑着有事儿说，都熟了。北京呢？走呢？干嘛？你把这毛巾被撩开啊！我瞧一眼，不白瞧哦，不白瞧，给你5000块钱。嚯，真假的？我看看那钱。嗯，拿过来，一把抢过这5000块钱来，咵，嚯，把毛巾被打开了，真不在乎，咵，走。把门关上了啊，转身回来了啊，回来了，谁呀、啊、敲门啊，还没擦完头呢啊，徐德亮来了、嗯、徐德亮来了，哦，哎，他欠咱5000块钱送来了吗？啊，车送来的，拿车送来的，怕走到这儿啊，这下一小段都完了啊！这高人吧，你看了啊？了得吗？他平时没那么快，平时没那么快。嗯，徐德亮其实这孩子也不错。哎，哎，走了吗？走了吗？走了，走了啊！行，徐德亮啊，哎，踏实住了。嗯，徐德亮从小学相声，跟张文顺张先生。哎，张先生挺有意思。叫到说谁呀？就他们爷俩啊，都有教给他啊。这个亮子本身来说是一个大孝子，哦，孝顺，是个孝顺的孩子，对家里、对父亲呐、啊、对爸爸呀、对什么呀，都这孝顺也不能孝顺四个一下，都挺不错的啊。包括相声界老先生，谁家有事呢，他都去，哦，他都去。你看范振钰范先生，啊，家里刷浆啊，干活拾东屋子，啊，打电话都有事，去不了，范先生都去不了。啊，范先生跟屋里骂街，嗨，亮子去，他帮忙，亮子去拾东干活刷洗都没事啊。为什么呢？范先生跟北京就是一个人，哦，就是一个人。老伴啊，还有那孩子们呢，都在天津，到两地啊。老头一个人在北京，嗯，后来呢，前年吧，那老姑娘上北京来了，哦，咱们介绍过啊，小桶，别提这个，别提这个，小桶长得不好看，嗯，实话实说，我们爷俩也过这个，嗯，也不用捧的，确实不好看，1米1大高个儿，还大高个儿啊，那脸长得，你见过红薯吗？见过，大块的红薯，啊，跟脚后跟似的那种，搁在锅里蒸得了，嗯，拿出来一拿，烫没拿住，掉地，啪，摔了，就过了一穿旅游鞋的，啪踩上了，啊，那脸就这样的，呵。您这形容费劲不费劲呢？这寒碜极了，嗯，寒碜之极，好多人都要的相片啊，给我张相片吧，还要这干嘛？上夜班的都要这个啊，走黑道辟邪，你知道吗？好嘛，寒碜极了，嗯，热心肠，热心肠，哦，心好，啊，哎，心肠好。那些日子不是听说王学义王先生那腿不舒服吗？啊，做手术啊，范先生在家里边啊，准备好多鸡蛋，这鸡蛋是正经的柴鸡蛋，哦，好，不是咱外面那鸡蛋，那不好，营养成分不高，这。
正经柴鸡蛋，给捡了这么一篮子，去给薛毅送去。嚯，薛毅补一补。哦，啊，那会儿晚上八点多钟，啊，范小桶，范小桶拎着篮子鸡蛋出来了。啊，去吧，王先生住朱毛胡同。对，大栅栏那儿，前门那块儿有一段胡同挺黑。啊，正走着呢，呼啦超出了一帮流氓。哟啊，也不怎么这么丧心病狂。啊，哗把小桶就推在地上。啊，强行侮辱了。哟嗨。站起来都跑了，小桶气坏了啊！站起来一拎这篮子，哎呀，吓死我了，还以为抢鸡蛋呢，啊，什么乱七八糟！哎呀，大伙儿很热情，咱们说点儿电台不让播的啊，电视台不让放的。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很为难，实话实说啊。那个今天开场徐德亮说的那段叫揭瓦，哦，是传统节目，三四十年代就有这段。前一段时间我也说过这个，是说完之后呢，大鹏录完了拿回去，电台也播了。哎，为了这个大鹏还发钱了，为这事儿，电台有监听的啊，给这段下一评语，什么？说这个这段节目反映了小市民的丑恶嘴脸，哦，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是个抵触啊，中国五十年精神。文明建设都毁在这段节目上边了，我爱着这。哎，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很无奈，好多事情是没法说。那陈陈是怎么说呀？没法说啊。包括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网友张成武啊，张先生对我们后台帮助很大。对，好多网友还说了，张先生他捧郭德纲为了卖画，这说良心话不应该说这个话。是，您也不卖画啊。张成武张先生自打认识我，啊，没少送我画啊。嗨。正事都耽误了，为了后台，不求名不求利。是，他是真喜欢相声。嗯，人心歹狗不吃啊！既然喜欢相声呢，我认为啊，有的朋友应该把心态放平整一些。这倒是，为人要厚道一些。嗯，你不能把人都想着有坏人吗？有，我们已经揪出来了，是吧？我是那坏人啊！你要再说别人就不合适了，那就全说我吧，是不是？就实话实说。嗯，现如今好多事也确实没法说得清楚。嗯，外边留言很多啊，哦，传闻留言说什么啊？好多留言，但是你就很多留言，你去查去吧，嗯，有根有据。哦，它比新闻还真。是，你看那新闻一屁俩谎啊？您怎么说这话呢？你分得清哪个是留言，哪个是新闻吗？分不清楚。分不清楚。看这电影。宣传性很强，拍得跟广告似的。那广告拍得很艺术啊！你知道哪是广告，哪是电影吗？哦，这也分不出来。你看那教授，嗯，啊，有什么卖什么，光想着钱。啊，你看那商人一个个的，戴着眼镜，谈吐很儒雅，像教授。听谁是教授？谁是那商人？嗯，那大夫啊，不给钱不做手术，心狠手辣，跟杀手似的。嗯，啊，嗯，你看人杀手，组织性、纪律性很强。也分不出来，你分得清哪是杀手哪是大夫吗？啊，哦，你现在好多官员啊伸手要钱，那是跟贼似的。哦，你看这贼啊，有组织有纪律的，你分得清谁是官谁是小偷吗？好，越说我越慎的啊。你看那好多大老板，嗯，趁了好几个亿了，是抠的跟什么似的，嗯，不给人工资，做点什么东西都扣扣钱，扣钱啊，那跟乞丐似的。嗯，你看这要饭的出了酒店进酒店，你分得清哪是老板哪是要饭的吗？全分不出来了。你看那电影明星啊，一个比一个贱，今儿跟你睡，明儿跟他睡，跟妓女似的啊。你看那妓女，他不愿意接他都不接，好嘛。你分得清谁是妓女谁是明星吗？你看这导演啊，啊，一个比一个流氓，上了这个上那个。啊，你看这流氓文雅彬彬有礼，戴眼镜 啊，跟导演似的。你分清谁是流氓谁是导演吗？对吗？有的警察说打人就打人，说骂人就骂人。啊，比流氓还狠了。嗯，啊，你看流氓客客气气，什么事都帮不了你。谁是流氓谁是警察？好，您这意思还冲我来是怎么着？就说这意思，人活着很累。嗯，上这儿来解决不了您没车的问题，哦，没房的问题，这不管，缺钱的问题管不了。嗯，这仨小时您高高兴兴的。对，我们演员尽自己的义务，站台上说相声是我们最大的爱好。嗯，有朋友上网也知道，这几天我们相声界内部又多多少少的闹点小别扭。嗯，我们从天津某学校借了两个学生参加演出。哦，今天跟明天，我前脚刚打学校走，学校某位老师开全体会。哦，谁
谁也不许上郭德纲那儿演去。一上二去容易失误，我得罪别人，我得罪人了以后，我很有可能到北京去不了。你不得罪人，你上这儿你也来不了啊！你嗨、啊，好，没有必要的事儿，是不是？说好相声，闲班甭想，没用。对，祖师爷留下这么些东西，1000多段相声，现如今让说相声自己弄的还剩下300来段，你看看啊，还有200多段不让说的。那就没什么了，那50来段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冲突。是不是就剩这今儿这几段了啊？啊啊，好好的把相声说好，我觉得比什么都强。这倒是，您说是不是啊？没错，其实作为演员来说也不容易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我们也是凡人，嗯，我们也不是神仙，我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当家吃点大皮袄啊。什么乱七八糟啊，唐诗嘛，这不是唐诗，这是唐诗啊，唐诗宋词嘛，啊，不就这么几句嘛，是不是、啊、他拿于谦来说也挺不容易的，谁都不容易，一天到晚的房山台录完了，通县台、大兴台、怀柔台、延庆台，我怎么老在郊县转悠啊？张家口台知道吗？张家口有县台是吧？是吧？那有电视台吗？那村里怎么没有啊？村里有啊，是吧？进村了，所以郊县天王这是。您就别起名了行不行、啊、村里问题都知道他、啊、都知道他、嗯、但是他也很重的压力，那可不是很重压力，买一套房，买了300多平米大呀、啊、先交15块钱啊，干嘛呀，一个月还47000你看、啊、我先交好不好啊，就说这意思啊，这意思在这出去挣去，那可不是吗，两口子管不了孩子、啊、管不了孩子，孩子也不小了，跟他们在一块儿待没多长时间，打生下来爷爷奶奶看着，对，想吗，想，那能不想，想啊，到后台自己也是，哎呀，有好些日子没瞧见孩子了，可不是啊，你这怎么弄啊，给我父亲添多的累赘，哎，老头老太太给我看着孩子，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其实对你父母来说也是个安慰，那隔辈人呢，孩子你不在跟前儿啊，他在跟前儿是个安慰，给做饭送幼儿园去，嗯，接回来，嗯，领着出去遛弯去，是个乐事，嗯，不过对孩子宠，啊，那当然。那天嫂子上后台来跟我说，啊，没法弄，这公公婆婆太宠这孩子了，哦，没法管。可是你说，老头不听，那能听吗？疼啊，疼啊！你像从一生下来啊，就跟爷爷奶奶过，啊，天天跟奶奶睡觉，对，你这么多年了，7、8岁了，这孩子啊，晚上你不吃奶，睡不着觉，行不行？落这毛病，你老太太都70多了啊，哪有奶去啊，那怎么办呢，也得假装喂着，来来来来，这么着能拍着了、啊、你不让吃奶不行啊，睡不了，后来大伙都劝啊，街坊王大爷就劝，知道吗，你别让他吃奶啊，你知道吗，这王大爷管这事儿干嘛，他听孙大爷说的，怎么着，嗨，这老头传这事儿啊，别让他吃了，别让他，那不行啊，他闹啊，啊，赶快跟他说，行，跟他说，过来，记住了，大了啊，哎，以后不能再吃奶了，对，知道吗，大孩子了，嗯，开始行，嗯，我不吃奶了，对，到天黑该睡觉了，哎，吃奶吃奶，改不了，疼得慌啊，来来来来来来，好孩子来。什么动作呀、啊？这是老太太模仿的加油的那个，嗨、哎，什么乱七八糟，捂着嘴里、哎，睡觉，嗯，睡着了，嗯，你父亲说他，你怎么回事？不说了不让吃吗？他闹啊，明天抹辣椒油，哦，遏制抹辣椒油，嗯，转天又闹，哎呀，吃奶，等会儿看着，你好好说话成不成啊？看着啊。辣椒油，嘿嘿，芝麻酱，酱豆腐，韭菜花，孩子哭了、啊、哎呀我吃饱肚、哎、传统他把这茬勾起来了、啊、这不是事儿，这个、啊、抹还得抹别的、啊、抹紫药水啊，龙胆紫，哎，紫药水，嗯、啊、告诉你啊，瞧着，这回你算完了啊，你就完了，看见了吗，完了，嗯，跟挂一望远镜似的。嗨，这什么形容词儿、啊？你这再敢闹着吃奶，知道吗？哎，啊，谁要再有这动作，我可抽你啊！这打你，知道吗？怎么样？哎呀，我还吃奶，还得吃，拿水管在那儿冲去，吃吧。嗯、啊，管不了。后来有人出主意，买敌敌畏。这招
要是太狠了，来敌敌畏啊，外边逮一蜻蜓，哦，是吧？看着看着看着，飞了，拿过这揣子来，死了，划掉了。看奶奶这个，嗯，孩子不吃了。哦，第二天出事儿了。什么事儿？你爸爸中毒了。你去。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你要折腾》，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就跟于老师站在一起了。嗯，我特别的高兴，又来了。这么好的演员，说两句话不多见。客气。有的时候您上德云社，嗯，到剧场里边去看于老师，嗯，也不是经常能见得到。对，于谦老师一年就出来两回，嗯，清明一回，七月十五一回。啊，我出来收贡品来了是吗？不是，嗯，我这不会说话，就说您是个好演员。您捧了。一个演员从学艺到成熟，他是有一个过程的。对，因为什么呢？嗯，说相声看着简单，其实跟唱戏是一样，是必须要下功夫啊，这是必须的，不下功夫都不行。嗯，起早贪黑，对，喊嗓子去，练嗓子，练功去。是，现在这个岁数差了，嗯，但是于老师还保持着练早功啊，早晨起来，哎呀，起得比鸡早。睡得比鸡晚，啊，这两个鸡的生活规律您都掌握了，好吧，好吧，没有这么说话的啊，您这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啊，家里边不错啊，你想啊，就这样，嗯，人家都合家欢乐了。嗯，我们得出去说相声去，正忙的时候，那可不对。嗯，嫂子对他非常好，我媳妇儿啊，孩子也非常的可爱，是听话。你看看，嗯，咱实话实说啊，嗯，您算一个很幸福的人，不错。咱实话说，我什么时候能像您似的？我啊，这辈子我就值。这么说，您还很羡慕我吗？哎呀，我是很希望吧，我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哦，自己觉得自己好像也不比谁短什么，不比谁差，是不是？嗯，我这身高啊，但你这说呀，瞧得过去吧？那模样、戳个儿啊，精神头，我这气质，嗯，我自个儿都说我不上北朝鲜当个官去都冤得慌。您瞧不瞧这国家吧？就说这个意思。啊，这不错就完了吗？我是一个要求上进的人。那您好啊，我很希望吧，啊，希望我在不久的将来我能特别的好。啊，但愿吧。我希望自己有钱，这个不为过吧？啊，有钱是好事儿。对呀，啊，每个人都有钱呢，国家就能够富强了。对，是不是？嗯，有一个那个富豪排行榜，我知道，福不福排行榜啊，福不福排行榜。叫什么？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不服就给你撕！哎呀，绑票这是吧？你就知道这行多厉害。没有，就叫福布斯，福布斯排行榜。对呀，啊，每天我都看。嗯，看人家干嘛？我很希望这边有我，但是一直没有。多新鲜呢！是不是印错了？您记住了啊，多的有您了才是印错了。那什么时候能印错了？我的天哪！盼着这天呢，是怎么的？不是印错了管什么呀？印错了就会有我呀。有您能有什么意思？这我同情很多生活不幸福的人，还同情人家。放眼一看，很多人开个二手的车，住个二手的房，娶个二手的媳妇儿。哎啊，媳妇儿也二手的呀？这一辈子多冤呢，不好啊。但我生活的还算不错吧。是吗？自己调整自己的状态，主要是心态，方方面面，我要活得有质量，这不错呀，是不是？嗯，没事，我还看看演出，啊，哦，艺术方面也，听听音乐，好好好，看看电影，嗯，那天
看一电影，2012，有这灾难片，看完了我就郁闷。嗨，您郁闷什么呀？还没印错就完了。哎，您啊，别胡思乱想，电影是艺术作品，是虚构的，我当真的。您这何必？我得抓紧享受。哦，我得好好的活着。我还留这么多钱干嘛呀？哦，挥霍了吧？我赶在2012前面把钱花出去。我要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就是花钱呗。我拿着卡就奔银行了，取钱去了。留着钱有什么用？嗯，我把这2000块钱都取出来。我要挥霍了。您先行了，周游世界。行了，买游艇。哎，行，2000块钱周游世界。到大兴就回来了，知道吗？还买游艇呢？我有月票。哎，这嗨，那您就买月票去，不就完了吗？就我上银行啊，取钱。哦，先取200，1800留着。咵，出来了，拿起一张，玩命的搓。啊，他们说银行也有假的，那也备不住啊。搓。嗯，时间太长了啊，卡给吞了。哎，卡给吞了，就这200块钱我能干嘛去？您再搓搓，连这200都是假的了。揣着兜里边，嗯，走到街上，无论在哪儿，我好好的逛一逛，溜溜吧。啊，我把自己的心扉打开，我要对得起自己，花钱。哎，嗯，一抬头这儿有一个庙，哦，寺庙，我上那儿烧烧香。求求佛，图个心理平衡。我找一好兆头，可以呀、啊。迈步就去了，去门口，这么大一块匾，哦，蓝地儿金字儿，写着什么呀？诈骗寺。哎，诈骗寺，你这好得了好不了啊？这么吉祥的地方，哎，拿这当好话了，太洋气了这个啊！哇、哦，去吧，真就敢进去，迈步进去。嗯，和尚跟这正念经呢。哦。喜羊羊美羊羊，灰太狼啊！这和尚怎么唱这个呀？吓我一跳。那是我要走。嗯，他回头看见我，欢迎光临。你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买不买瞧瞧好。哎，对，好，这和尚当买卖干的，这庙进来了。嗯啊，您好，大师。哦，施主你好，是来捐款的吗？上来就要钱的。没带多少钱啊？对，可以刷卡。哎呦，不单那个卡里吞了，跟人说实话，可以小额贷款。嚯，贼不走空啊！这抵押？嗯，没东西。嗯，哦，那您愿意器官捐献吗？我的妈！什么都得留下点是吧？很疯了我了，只佛吃饭赖佛穿衣，你这是要疯啊？真要！告诉你，分文没有，就是没钱，知道吗？嗯，看这模样，你真是有病！和尚乐了，嗯，你有药啊？哎，干嘛呀？你吃多少？你有多少？有多少吃多少？你吃多少有多少？哎呀，你有病！你有药？你有？行了，别说了，你没事跟他这儿废什么话呀？你。我还不知道讹谁去，你知道吗？这说这干嘛呀？盯着我了，告诉你啊，往外走，走吧。哎呀，心里怎么堵着呢？哎，嗯、这边有一个植物园哦，植被，里边都各种树。哦，南边树，北边的树，什么叫仙人掌，各种果树都有，全都有。嘿，科学家说，多看点绿色的东西，对人是有好处。它养眼呢，迈不进来。哎呦。真漂亮，都是植物，什么树都有。嗯，看看绿颜色的，心就觉得一下安静下来。那是，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人，谁？有一个牛顿。哦，那是科学家，牛师傅。牛师傅坐在苹果树下。嗯，苹果砸在头上。嗯，他想出了万有引力的定律。对，造福人类。嗯，我怎么这么消极呢？我为什么不能像他似的？啊啊啊！我也坐在树下，好好考虑我的人生，想一想。
成功苹果掉下一榴莲来。好嘛，您先清醒清醒吧。哎呀，一个小时之后我苏醒过来了，晕了一钟头啊，我怎么就没盼过，做错了数了，您可能要发财。是啊，眼前都是星星，哎呀，冒着金星呢。你翻着兜，嗯，我这几个兜怎么都在外边翻着呢？这一小时还让人家抢了，手机也没了，嗯，我那伟大的200块钱也没了。这兜还剩点零头啊！哎呀，零钱给我留下。哎呦，零钱，钱可以不要，手机得。对呀，这打电话怎么办？手机哪儿去了？啊，旁边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哦，男的跟那喊：“谁的？谁的？”哦，我说我的。哦，过来啪给我一嘴巴。怎么了？那女的怀孕了。哎，人问这孩子是谁的，你这不都冤死我了吗？谁让你不听清楚了，瞎大茬的。一个小时后啊，我又苏醒了。好嘛，又让人给打晕了一小时，走出了植物园。嗯，我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和升华。哎，这都是浪漫。什么话？废话，打两回您得到净化了。哎呀，我觉得肚子很饿。饿了。万幸我还有点零钱。是啊。街边有一小饭摊，吃点东西，下岗工人干的。哦。炒个饭，炒个饼。嗯。煮碗面，凑合吃。小菜。嗯。我坐在这儿，我要挥霍。这摊儿上您能怎么挥霍呀？煮三根面，俩饺子，快！嘿，这好嘛，饭量不大。我跟这儿等着呢。嗯。又打那儿，什么？来了一辆城管的车。哦。连吃饭再摆摊的，怎么了？当时就没了，全跑了，就剩我一个人跟这儿坐着。您也是砸的成这样。车停了。嗯。下来两个城管。两个人表情很沮丧，怎么？我说别开车嘛，啊、你看没饭吃了吧？哎，好嘛，哦，他们也是吃饭来的。这凉拧了，我很饿，嗯，没饭了，我就找地儿吃饭去。是啊，旁边有一小饭馆，哦，我上那儿吃点东西吧，凑合一口，迈步就去了，一进门，嚯！地上摆着一个黄颜色的塑料牌子，哦，写着小心的滑。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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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行了行了，您呐以后上饭馆带着字典怎么样？别滑了，行了。小心地滑，知道吗？您这榴莲再砸一下就醒过来了，您跟这儿抽风吗？这不是？我玩的可高兴了，哎呀，唰唰唰，神经病！我一抬头，啊，那老板站那看着我，不知道干什么呢，还滑，你有病啊！你说人家，你有药啊？嗨，哎呀，您吃多少？没有多少。行了行了，吃多少有多少，有多少吃多少，没有没。你是有病，我跟你说，你跟人浪这话干嘛呀？你，哎，我这人生怎么这么不美满？你这美满不了，您老这样，坐在这儿啊，煮碗面，吃面。我今天让你家破人亡，谁呀？我非得给你找点别扭不可。怎么个找别扭啊？面煮来了，啊，拿筷子一扒，嗯，真巧，怎么了？夹出一个蟑螂来，也是不在意，啊，逮着了，怎么办？嗯，老板脸都白了，害怕，给换双筷子。哎，换筷子，这是筷子的事儿吗？这俩人都够
有病的。你盯着我呢，我下回来咱们再说，知道吗？哎，对，你先回来。滑出去的是吗？我可淘气了，知道吗？可气，您这不是淘气？哎呀，嗯，走着街上，我心说这叫什么事儿？我这日子，哎，嗯，哎，怎么了？这有一大广告牌子，写着什么？卖房子、哦，新开盘的小区，嗯，名字好听，叫魔幻城堡啊，起的不错，意大利风格，嘿，3000块钱一平米，便宜了，白给呀、啊，是啊，我来俩不动吧，您要买这个，我贷款，贷款，2013年还，哎，好，那就是没日子给呀、啊，这钱。我先住着吧，意大利风格魔幻城堡，嗯，迈步就来了，嗯，到这一看，怎么，真是意大利风格？那么明显吗？楼都是歪的，哎，按着斜塔那么盖的是吧？售楼小姐特别客气，是啊，啊，要买快买啊，啊，估计坚持不了几天了，好嘛，这就要他，我说你们这玩意儿。3000块钱一平米，谁敢要你3000块钱？怎么？5万一平米？怎么5万呢？我说你写着3000，对，3000是物业费。嚯！我一听啊，嚯！干嘛这么吃惊啊？我一吃惊，嚯嚯，后面的楼嚯嚯，就这一嗓子，楼都塌了。我一看，我走吧，赶紧走吧。售楼小姐打这砖里边出来了，买吧。我说你有病啊，你不要吗？哎呀，你吃多少，你有多少，要多少，我吃多少行了，神经病都碰一块儿了，这不要了命了吗？你我这钱就挥霍不了了，您这200块钱拿什么挥霍呀？200块钱丢了，我卡里有1800啊，这店里花这个，我这呀好好琢磨琢磨我的人生，嗯，好好的规划一下，还想呢，嗯，回家休息了一下啊，一宿的功夫、哦、我当时啊，我这啪一下怎么样，我顿开茅厕，嘿，哎呀，整个您把公共厕所的门叫了是吗？说话这话顿开茅厕呀、啊、干嘛呀？怎么说顿开茅厕、啊、顿开茅厕啊，取钱去，把钱取出来、哦、我准备啊过有钱人的生活，是啊，我养宠物啊，养宠物倒是务实，有钱人都养宠物。对呀、啊，我呀、啊、找几个呀、啊，找几个明星，嘿，啊，我好好的养明星。嗯，您这拿明星当宠物养啊？我企业家呗，企业家就包明星啊？我老企业了。哎，您这个肾的状态就不要想包明星的事儿。有什么？哎，想点好事，你这是讽刺我吗？废话，你有病，你也不要啊！有病，谁跟你说这个？哎，我不爱说这个。想点好事儿，我去买宠物。哎，门口一宠物市场，我去买宠物去。瞧瞧瞧，一进门，嚯，卖什么都有啊！啊，卖什么都有人说我们这要什么有什么啊啊，什么这个养鱼，养鸟，嗯，孔雀。哎呦，养那个乌鸡，真全，元宝鸡，嗯嗯啊，养小狗小猫，是这元宝鸡，这也是宠物啊，那是跟别的鸡不一样，它那个脑袋跟尾巴是翘起来，元宝形状，特别可爱啊！我说这挺好玩的，这个是是，这我以后就能上街遛鸡去了啊！你看怎么那么别扭？您说这话呢？话遛着玩嘛，高兴啊！你养它吧，啊，这好好，嗯，您买票，大的小的都有，哦，这么大的小鸡崽也有。呵，我们有小鸡儿跑得特别快，是啊，特别可爱。哇，好好好，买它，把那跑得快的那卖我。哦，啊，那不卖，我给你100块钱，100买只鸡多少？200，不卖。你呢？4万。嚯，5万，真下门，不卖。我说你要疯啊！啊，500块钱买只小鸡儿，你不卖？真是，你个不是不卖，怎么？我追不上。哎，那你还弄这玩意儿干嘛？你说，跑太快了。是哦，那买个别的吧啊，换点儿，买一条狗，哎，这比较普及，买狗，嗯，注重血统，对了，我买一狗，血统太纯正，怎么京巴伯美藏獒西施的串儿，嚯，那狗他们家指定多乱呢，买
回来，越看越喜欢啊！美化它要到极致，这还怎么美化？找美容院，哦，给我们拉一双眼皮儿，啊，拉完我一看，嗯，怎么上下双眼皮儿？上下都拉了啊！我们这开业大酬宾 啊，拉两刀送两刀，没听说过，手术也送了。我说你给狗美美容吧，啊，烫个头行不行？那点毛发，烫什么样？嗯，不是见过于谦那头吗？哎，你提我干嘛呀？就烫一烫那样的。什么话？嗯，行，弄进去了，嗯，烫完出来一看，嗯，怎么没毛啊？嗯，改您这发型了。你有病！哎，我可爱说这个，怎么意思？这是不是怎么回事？对不起啊，火大啊！啊，这拿微波炉弄。嚯！这孙子原来干烧烤的，改厨子了，这个这怎么办呢？嗯，有人跟我说，你给这狗整整容吧，那就美容，说上韩国整去，那儿有这技术。哎，这是个办法。嗯，找朋友借点钱，买张机票，嚯，带着狗奔韩国，下了本了，给狗托运，嗯，上飞机。坐在那儿，拉过安全带来了。呵，我这短，你先等一会儿。飞机上的安全带你要这么带是短，你知道吗？怎么系？这么系呀，人家安全带，跟厨子说不一样。废话，咔，我得系这啊，对吗，大姐啊？对，空姐乐，对对对，是得系着安全带。对，飞行过程当中会摇晃的。啊，曾经有过这个现象。哦，啊，凡是没系安全带的乘客，撞得头破血流的。是 啊，凡是系安全带，坐着好好的，跟活着是一样。哎呦，嚯！别坐了，要不就坐不就死了。我来不及了，他已经飞起来了。哎呀，我多是！哎呦，我的个天哪！哗哗，我这要吐，难受，直翻腾。哎呀，捆着我动不了，吐哪儿呢？你说，我旁边还坐着一人呢，还一位。这位真行，避免睡觉。你瞧瞧，戴大墨镜，眼罩都戴好了，睡觉。我奔他这心口就去。哎呀！吐在前心上，哎，他也没反应，我也没事儿。一吐完就好了。一会儿的功夫，飞机平稳降落。你看，他醒了，我赶紧问他，嗯，好点了吗？什么人呢？这是？你损不损呢？你？他明白。哦，有戏。哎，还这样？您就会这么一句？他就这句词是吧？啊。领了一最大的一个。整容的机构，那就到了。真是说，你看我这个，嗯，您明白吗？是点点头。主治医师戴着大墨镜，戴口罩，戴着帽子，穿着白大褂，全捂着，把这狗弄里边去了。哼，我跟外边等着吧。嗯，有一个钟头。哎呦，给我抱出来了。好，真好嘛！整完之后不一样。是啊，大长耳朵，哦，俩大门牙，一蹦一跳，吃胡萝卜。呵，哎，你说好，那你这进去一狗，出来一兔子。哎，你吃胡萝卜呀，他给我换了吧。对呀，啊，我是看这原来这套这不对了，这个啊吃错了。这我这哪儿去了？那狗白手，这就是啊，你别来这套啊，不承认。我告诉你，我喝得出去，是赶紧给我还回来，要不然跟你没完。对，他乐了啊，你摘口罩跟我没完啊，飞机上你还吐我一身呢。这谢谢啊，这位送的菜。菜不是菜啊，上回是哪儿演出，人家这里边加着钱。哎，别别别，还不知足呢你。没有没有，下回注意啊，下回注意啊。下回连花都没了。哎，就光那俩人也行。哎，下一个你们老这么支持我不合适。谢谢了，谢谢大家这么惨不忍睹的支持我。